师父，我等已查明那群夜痴就躲在前方洞穴之中。这几只小小夜痴能成什么气候？灵儿，此事就交由你去办，速去速回。谨遵师命。各位师兄弟，我们围住他，一起出手消灭他。师姐，这夜痴好生厉害啊。幸好是一只夜痴，要是再来几只，真不知怎么办才好。哼，都是些不中用的东西，区区夜痴就弄成这个样子，叫我天玄门日后如何见人？爹，大师兄，你们来了。师父，请息怒。师弟们临敌经验太浅，这也不能全怪他们。依这形势看来，洞内还有夜痴盘踞，弟子以为还是先让小师妹和师弟们撤到洞外比较妥当。也好，看来这第三代弟子之中，就你的武艺还能派得上用场。好，平儿留在这里，灵儿和剩下的都赶快给我出去。爹，大师兄，你们要小心啊。又来了吗？师父，请容弟子上前略阵。你自己小心，战阵之中我也未必顾得了你。是，师父，弟子知道了。心邪不共戴天。不知道天高地厚的妖魔，这是自寻死路。平儿，你在想些什么？师父，弟子只是奇怪，为何这些夜痴明知不敌，却仍然不顾性命地死守着洞窟。瞧着洞窟遍地残骨，分明是遭妖魔毒手的百姓遗骸。此等毫无人性的入魔妖物，行事岂有一般循规道理可言？不过经你这么一说，我倒得瞧瞧到底有什么古怪。平儿，快随我进洞去。师父，这莫非是……哼，原来不过是夜痴的孽种罢了，反正留着也只是危害世间。平儿，一剑把他们除了。可是这些夜痴还如此幼小，弟子不忍下手。妖魔之辈向来残民害人，何须同情，快动手。师父，弟子
弟子还是下不了手。下不了手？你身为我座下的大弟子，将来要继承天仙门掌门之位，怎可如此善恶不分？莫忘我天玄门向以除魔伏妖为己任，你若不敢对妖魔下手，便没有资格待在我门下。师父，弟子明白妖魔可恨可憎，然而他们出外伤人只是为了填饱肚子繁衍后代，和我们并无二致。我们若不思与妖魔和平相处之道，光是一味滥杀妖魔，这仇恨只会越结越深，永远也化解不开。哼，你倒教训起我来了。弟子不敢，只是自从出这趟门以来，弟子便一直在思考这件事情，岂能想出两全其美之解决方法。哼，好狂妄！人魔相争始于太古，至今仍争斗未息，千年来多少前圣先贤解决不了的问题，凭你就想得出来？弟子愚昧无知，妄自主张，还望师父息怒。罢了，我天玄门之中没有同情妖魔之人，让你这种人待在本门，只会让同道们贻笑大方。你不是天玄门的人了，这20年来养育与教导的功夫，就当我瞎了眼吧。师父，您此言。回到天元峰之后，你就收拾自己的东西下山吧。我话说了就算，你不必再来多说求情。师父，弟子。你已不是天玄门的弟子了，今后要不要庇护妖魔是你的事情，但叫撞在我手里，刚才那些孽种就是你的榜样。师父。真道风冷透城，两人浮影。小师妹，送到这里就行了。要是师父知道了这件事，回头必定会把你痛骂一顿。人家才不在乎呢，都是爹自己莫名其妙不由分说的就要把大师兄赶出门，也不听人劝，也不想想除了大师兄你这个高徒之外，我们天玄门还有什么成才的弟子。这回出门，师弟们何以伤亡惨重，他应该心知肚明才是。小师妹，师父行事自有他的考量，都怪我平日喜欢妄发言语，才会这般自作自受。别说了大师兄，你就当这回是出趟远门游山玩水，我一定想办法劝爹收回成命。小师妹，多谢你了，大师兄以后没办法照顾你了，门内诸多事务你可得帮师父打点打点。大师兄，你在外游历可也不要跑得太远，一有好消息我就会遣师弟们去通知你，可别玩昏了头哦。我知道。天色也不早了，大师兄你就赶快下山吧，我不回去的话只怕爹也要起疑心了。那咱们就在这里别过了，小师妹你多保重。大师兄你也多保重。那我走了。长啸下山去，脚底响松风。我自幼在天元峰长大，却忽然间被逐出门墙，叫我一时之间何去何从，天下之大，何处是我容身之处。救命啊！老伯莫慌，恶狼看剑。多谢侠士出手相助，不然老头子今日恐怕就……老伯，这山道多有狼群出没，独自进山还要当心啊。平日都是与犬子一同进山，不过他前几日崴伤了脚，老头这才独自进山。咦，侠士因何愁眉不展？哦，老伯，我没事，只是想到昔日曾与家师在这山中也遇过恶狼。见侠士这身打扮，可是在这山中习武的门人。嗯，
老伯莫再问了，若不嫌弃，就由我护送你下山去吧。如此甚好，有劳侠士了。这点银两可不够买路之财呀，不如陪我们。好汉饶命啊，只有这些银两还请高抬贵手啊。住手，光天化日，你们居然敢在这襄阳城外行凶，眼中可还有王法？王法哪儿来的毛头小子，识相的赶紧滚。那就对不住了。刘布，你别误会，方才见救下你那年轻人似乎和你说了些什么，又见你二人推让，实在有些好奇。方才那些盗匪虽落荒而逃，却还是带走了掠走的银两，是侠客要将身上的盘缠补给于我，我不肯收，方与他推让。哎，那人实在是菩萨心肠。原来如此，是我冒昧，这城外危险，姑娘还是速速返家吧。瞧他一身正气，倒是侠义，只是不知是哪门哪派的弟子。嚯，好热闹的茶馆。一路来此，走得也有些累了，还是先找个位子歇一会儿吧。哦，少侠打算在笔店投宿，还是坐下来喝杯茶休息休息？笔店的十里醉可是远近驰名的哟，要不要先来上一壶？谢了，请给我来三个馒头，一壶清茶，其他的待会儿再说。好的，馒头清茶马上就来。小儿哥，麻烦你过来一下。来喽，姑娘你有何吩咐？姑娘您放心，小的马上照办。这位少侠，您点的菜来了。小二哥，你大概弄错了，在下并没有点这些菜。这几道菜是隔壁桌的姑娘请客的，少侠不必客气，请慢用。隔壁桌的姑娘，感谢姑娘盛情相待，若姑娘不嫌在下这里只有清茶，就请一驾共饮如何？也好。在下殷建平，敢问姑娘芳名如何称呼？小女子风寒月，瞧少侠这身打扮，乃是剑道中人。不知是哪派高徒。说来惭愧，在下行事鲁莽无当，已被逐出师门，恕在下不敢到本门名讳。这可奇了，逐出师门姿势体大，瞧少侠神情一派正色，何以遭如此责罚？这此乃我门内之事，不足以为外人道。也好，那咱们就先喝茶吃菜吧。来，小女子以茶代酒，酌敬殷少侠一杯。多谢姑娘。我瞧少侠人品端正，必是个可信之人。实不相瞒，小女子有一事相求，不知少侠可否帮这个忙？究竟是什么事情？能否请风姑娘先说来听听？此事事关重大，牵连甚广，一时之间我也说不清楚。
事关紧急，如果少侠不肯帮这个忙的话，就当小女子刚才没说过这些话。并非在下不相信风姑娘，只是姑娘此求着实唐突，在下问个两句当不为过。罢了，求人不如求己，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吧，咱们就此别过。等等，风姑娘。找到了，在这里。这是我四下门清理门户，闲杂人等都给我滚一旁去。什么叫清理门户？你们的胆子越来越大了，你们眼里还有我这个师姐吗？大师姐，你自己做些什么想必心里有数，只要您答应和我们回去见大师兄，到时候一切自有分晓。他想要的只是紫金王鼎吧？大师姐既然心知肚明，就别让我们这些做师弟的为难。高世新这狼子野心，凭着他是本门大弟子，也不想想师父病重未愈，竟假传师父号令煽动门内宝物。师父曾说过，这紫金王鼎关联重大，绝不能落入奸人之手。今天只要我还有一口气在，休想我会交给你们。既然如此，我们这些做师弟的也只有得罪了。等等，小子，最好别管我们的家务事，若惹上我们，可会要了你的小命啊！殷少侠，此事与你无关，劝你快快离开吧。风姑娘，贵派的纷争虽轮不到在下开口，但妄自扰民惊众，乃是我道中人的大忌。在下不才，这桩事要插手管生一管。殷少侠，你不必。瞧你衣着服色，显是天玄门一派。哼，天玄门的术法御剑不过是三流角色，在我四相门面前不足一审。阁下此言也太猖狂，在下虽已被逐出师门，但本门声名却容不得你们轻侮。哼，既然你喜欢送死，那就成全你吧。风姑娘，你刚才说的忙，看来我是帮定了。你这人，见识领命，魂剑相与，你们给我等着。小二哥，这些银子你拿去当是赔偿你店里的损失。店里倒没什么损失，不过听说最近常在这一带瞧见四相门人，如果你和他们有过节的话，奉劝你还是速速离开为妙。多谢小二哥，小女子这就离开。殷少侠，拜你多事所赐，这下你也惹上麻烦了。不过依我看，少侠本就爱多管闲事，襄阳城外救下路人的正是你吧。你路见不平拔刀相助，这本是我辈中人应做之事，何况风姑娘先前不是要在下帮忙吗？我只是要你帮我保管东西，可没叫你出手参战，如今只怕你以后和这些家伙没完没了了。只要行事手艺持正，在下没什么好怕的。哼，那你是不知道本派的厉害，我可不想害你平白丧命。那咱们这就走吧。要上哪儿去？当然是越远越好，如果我大师兄赶来的话，可就不像刚才我的那些师弟们那么容易对付了。反正跟不跟来随你的便，我可要先走了。我不跟你啰嗦了，你愿意的话就跟来吧，我先走一步了。风姑娘，等等。真是个任性的姑娘，她一个人真让人担心。
反正也闲来无事，不如就跟去看看吧。风姑娘，能不能不要走这么急？哼，我又没说一定要你跟来，如果你不喜欢这样赶路的话，就掉头回去好了。当心！区区小妖，看我的！还要与我一同赶路吗？说不定前面还有更凶恶的怪物等着我们呢。反正在下闲来无事，姑娘要上哪儿去，就由在下护送你去好了。你这个人个性好得很呢，一点不像被逐出师门的人。你真是天玄门弟子吗？在下已被逐出门墙，再不能以天玄门弟子自居。对了，姑娘，你可是四象门中人？正是。听说你们自居名门正派的，都以为我们四象门是邪魔外道。你也听说过我们的名头吗？不，只是贵派门规以法与他派大异，且不计照鬼魔道。这种事，在下多少也听过一些。以法？哼，以凡人之身练咒修法，本就是违背天理之事，哪过得什么正不正派了？想来各派因为自己守旧不化，致术法造诣与我四象门天差地远，所以才如此恶言重伤。姑娘，此言差矣。罢了，不跟你辩这个。不是说要护送我上路吗？快走吧。围住他们！你们还真是阴魂不散，废话少说。大师姐，还想往哪儿逃？乖乖把宝贝交出来，别和我们为难。我倒要看看你们有什么能耐。在下心中本不该有这些疑虑，只是咱们接二连三遇到麻烦。难道是因为那四象门弟子口中说的宝贝？非是我要瞒你，只是此地不宜久留，咱们再赶一段路再说。好了，此地应当安全些了。前面似乎是片树林，咱们一口气赶了这么多路，也该歇息一会儿。早料到我那大师兄不会善罢甘休，没想到追得这么紧。怎么说，你的大师兄也该顾念同门之情，因何要这样待你，还要痛下杀手？哼，我那大师兄才不会顾念什么同门之情。对了，你看，你方才不是好奇咱们为何会遇到妖魔纠缠，还一直被我门中弟子追杀，其实是为了此物。这个紫铜色的小鼎，恕在下见识浅薄，看不出这小鼎有何神异之处。这是紫金王鼎，传说乃是女娲神补天之时剩下的七色石子和不周山火焰洞所产的紫金混炼而成，配上我派独门八运化天阵，便可炼化天下万物。殷少侠，你可愿替我保管此物？住口！师妹，你竟敢泄露本门机密，该当何罪？大师兄，鬼鬼祟祟的躲起来听别人说话，可不是我四象门的绝学，别在那里叫外人笑话了。少和我耍嘴皮子，没想到你不止将师门机密泄露于外人，还想将本门至宝紫金王鼎交给这个天玄门的小子。要是王鼎落入中原三派手中，本门将会如何，你可知道？就算王鼎为三派所得，也胜于落入你的手里。如果师父人还清醒的话，想必也会同意我的见解。你这叛门的贱人，别以为得师父宠爱就能为所欲为。我最后一次问你，到底交不交出紫金王鼎？等我死了之后，你自可从我尸身上找到。哼，是你逼我动手，别怪我不顾念同门之情。
连那个天玄门的小子一并给我拿下，凡是知道本门秘密的，谁都别想活命。天玄门的小子，别以为这样就结束了。见识领命。哼，没想到你们联手为战竟然如此厉害。大师兄，你也别逞强了，如你还觉得不过瘾，我也特地留了几样法宝给你，只是等到现在才用，压轴好戏都已经没人看了，真是无趣。什么？你又从师父那里拿了什么法宝？赤纹金蛇、碧无三锥、追魂鬼手，任凭师兄您择一如何？哼，好妖女，算我服了你，今日就先放你一马，但别以为我会就此罢手，等着瞧吧。早知道姑娘囊中法宝无数，刚才在下就不必如此担心了。你还当真呢？刚才我是唬我大师兄的，其实那些东西我身上一件都没有。姑娘，此话当真？我大师兄人虽卑劣怕死，武功修为可是不含糊的，眼下和他硬拼并无胜算，使点小诈骗过他也就算了，没想到连你也瞒住了。原来如此，姑娘智计百出，佩服佩服。不过使点小聪明而已，没什么好佩服的。只怕我大师兄去而复返，咱们还是快走吧。上哪儿去？走得越远越好。那些兔崽子在我身上下了碧灵蛾的银粉，只要是在百里之内，他们都能找得到我。这么说来，我们这回岂不得行上百里才能摆脱他们？是啊，你不是答应过我，不管我去哪里，你都愿意护送我去吗？可是，一行百里未免也太……走了，走了。要是遇上我师兄的追兵就不妙了。风姑娘，这是……我那大师兄真是卑鄙小人，看来他早有部署。这是我四象门中的迷阵。迷阵？我们该如何化解？这……不知他会往阵中引入什么妖魔，我们只能见机行事。金子如此歹毒，稍有不慎，这阵中的毒珠便会伤到我们。哼，还好我那大师兄是带一头师，术法修为不高，否则这迷阵可能更加厉害。哎，到底同门一场。想我天玄门门中倒还算和睦，小师妹更是人人疼惜。他们为了紫金王鼎，早不把我当同门看待了。哦，原来阴少侠门中也有个师妹吗？嗯，正是我师父的骨肉，宁缓凌华。瞧阴少侠谈及师妹的这份神情，竟舍得离开山门。你就别取笑我了，若再遇上追兵便不妙了，咱们抓紧赶路吧。大哥，就是这小子，在襄阳城外打伤文帝兄的，就是他。好小子，还真是冤家路窄。哟，瞧你们这心囊鼓鼓，可是带了什么宝贝私奔？原是你们这帮匪徒，怎么，上次的教训还不够？小子。劝你乖乖受缚，要么把行囊留下，要么把身旁漂亮的小娘们留下。
哼，是你们自己找死。神魔共此破。这无人把守的障眼法可真是没劲。大师兄所料不差，若有敢闯阵到顶之人，非师姐你莫属。废话少说，要不要试试其他法宝？识相的还不快滚！大师姐，你会后悔的。在我风寒月这儿还从未有过后悔二字，转告大师兄，这王鼎我留定了。好大的雨，风姑娘，你不要紧吧？贼老天，偏生这时节下起雨来，还好有个山洞可以躲雨，不然岂不淋个湿透了？风姑娘，天降雨露滋润大地，我辈凡人须得仰赖庄稼生息，你怎可这般怨怒天上降雨？此人虽然为人正直善良，但也太迂腐了。不知洞口处是哪位朋友？若同是入内躲雨，便请到这里一叙。等等，说不定是我师兄手下的人。对方既已出言邀请，我们总得出面还礼。我先去瞧瞧，你在这儿等着。在下殷建平，因逢骤雨入洞躲避，不料兄台已早到一步，无端叨扰，还望兄台恕罪。好说，我等原也是进来躲雨的，这里有火堆干粮，咱们同是出外之人，殷少侠可别客气。没发生什么事吧？我想着想着还是不放心。这位兄台甚是和善，我们大可不必多心。哎，殷少侠，这位可是尊夫人，两位年少夫妻，郎才女貌，可真是羡煞我这个老匹夫了。这位风姑娘和在下只是萍水相逢，兄台可千万别误会。哈哈哈哈，哎呀，原来如此，我上官远生性鲁钝，看走眼乃是常有之事，失言之处老弟莫怪啊。哦，两位身上都淋了些雨，快到火堆旁扛扛火吧，要是受了风寒就不好了。瞧上官兄一身武将打扮，可是官府中人？正是，不过我上官远最是厌恶官场中那些陋习架子，两位不许拘束，就当我只是个寻常闭野匹夫罢了啊。哪里，上官兄豪爽的紧，心无城府，乃性情中人，在下极是欣赏。哦，那真是好极了，既然殷少侠与我意气相投，眼下无事，前来喝个两杯如何？哈哈，护送黄彪乃是一等一的大事，喝酒误事，你该引以为戒才是。是谁？今儿老子心情不坏，不想多伤人命，乖乖把镖车里的黄镖交出来，老子就留你们一命。你既知我们护的是黄镖，我就不必多费唇舌了，就让我们瞧瞧你有多大能耐。就凭你们也想和我杀刃较量，先试试这个。幽冥召鬼符，这家伙是鬼道中人，怪不得我刚才就闻到一股死人臭味。小姑娘倒懂得不少，看来也是我道中人。不过如你们胆敢插手此事，我一样送你们上路。果然有两把刷子，好，就让我的血饮刃来会会你们。
这刀上好浓的鬼气，大家小心。我杀人高气，只能算你们倒霉。看在没花多少力气的份上，今儿就饶你们一命。不过这黄标我可要带走了。查认。今日我等技不如人，且容阁下再次逞凶，来日尹某必会向阁下讨回这个公道。我会期待这一天的，失陪了。真相啊，兄弟，我这回真是多谢你了。这是我丢了黄标，弟兄们又非死即伤，我的官职是丢定了，只怕不免还会被皇上降罪。只怪在下武艺低浅，没能助上官兄打退那厮。你再自责可就使我惭愧了。今日能有缘结识，更蒙你仗义相助，我上官员已经是感激满怀。能让高七这等邪徒专程前来劫夺，想必不是什么寻常之物。上官兄，你可知道你护送的黄标到底是什么东西？黄标事关机密，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倒曾听过把这黄标托付给我的同僚提起，好像是什么东西的脚。脚？可知这脚是从哪里来的？我这小小禁卫军官怎么可能知道，若是采掘地的监管，或许还能得知其中一二。我进这山洞之后就感到一股莫名的邪气，如今思来，这邪气显示来自那镖车中的包裹。那高七把包裹取出之际，我瞧见那包裹乃是国义镶金紫砂，其上绣有四象符文，外边更以诸绳缠捆。黄标事关非小，是以妥加包捆，以防重损，这其中有奇怪吗？想那紫砂、符文、诸绳俱为辟邪之物，用这三物层层包裹，尚且透出如此邪气，此物必定大非寻常。我以为，莫非风姑娘知道此物来由？我年轻时浅，哪里知道这许多？只是家师有个好友隐居在华山之巅，他老人家平生最好神异法宝，对诸般古珍神器了如指掌。既然此物如此特别，或许他老人家会知道也说不定。对啊，说不定这个老前辈神通广大，还能帮我们找到黄标的下落，我们再设法将之夺回，上官兄就可回京复命交差了。如果此事还有希望，我当然是愿意一试，与其就此提心吊胆的远避乡野，倒不如痛快地和对手拼上一场。既然如此，咱们就上一趟华山。风姑娘，这会儿有劳你带路了。华山离此有段距离，我想咱们还是先回襄阳城中稍作准备为宜。还是风姑娘想得周到。啊，事不宜迟，咱们这就动身吧。师兄，你等等我。再不抓紧，师父交代的任务可就完不成了。爹也真是的，总是强人所难，这等艰烦任务也要交于你。苏望峰附近已久不见妖魔，这次采药人遇袭非同小可。我只听说是采药人为了那紫霜云芝，兴许是得罪了守山之灵也说不定呢。师妹，这不过是师弟们的猜测罢了。既然师父将此事交于我，我就要查个明白。好啦，你瞧你，待会儿真遇上什么妖魔，我来打头阵可好？咱们走吧。你，哎，真拿你没法子。莫非伤人的正是这些夜痴？师兄，你还发什么愣？妖孽，看剑！哎，你悠着点。这些夜痴好生难缠，咱们不可轻敌。
我魔荒，正好试试前几日合练的双臂剑法，齐力解决了这些夜痴。嗯，愿主师兄一臂之力。呀，多亏师妹相助，总算解决了这些夜痴。师兄，都怪我剑术不精，连累你受伤了。这点小伤不碍事，多亏师妹助我略阵才是。想来那夜痴正是伤了采药人的妖魔。若真如此，爹要得知我们除了这夜痴，总该满意了。是啊，只要师父他满意就好。咱们先带着这夜痴皮回禀师命吧。师兄，你老实回答我，爹对你这般苛刻，难道你就不会心生厌烦吗？师妹此言差矣，师命如山，我岂会心生厌烦？再者，我乃门中首徒，师父理应待我严格些。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自有伶仃，早尊他如父。师妹，你往后可不敢胡乱猜测了。那你待我呢？师妹，你在说什么胡话？自然是待你如亲师妹了。师兄，你这伤口深浅未知，咱们还是抓紧回转山门吧。哎，师妹，你倒是等等我呀。糟了，是我刚才说的话太重了吗？哎，都怨我。一行于客栈落脚。还记得我们从京城搬来之前曾经藏过的东西吗？那真是令人怀念呢。是啊，爹怎么也想不到会是我把那些宝贝拿走的。有机会的话，还真想回到那棵大树底下看看呢。这二人好生奇怪。你们看什么？我们正在聊天，干你们什么事？两位误会了，我们正欲去歇息，无意打搅。哼，师妹，我们走。大家休整一夜，次日清晨准备出发。是客栈中的那一对，看你们躲到哪儿去！竟从京城追到此地，师父他老人家还真是手眼通天。你二人不知廉耻，盗宝私奔，为师门蒙羞，还不速将宝贝交出，可饶你们不死。师兄，他们人多势众，咱们还是将宝贝。万万不可，若交出宝贝，岂不是自断后路？咱们今日横竖要决一死战了。冥顽不灵，是你们自己找死。咱们走吧，何必多管闲事？以多欺少实在说不过去，咱们还是帮他们一把吧。住手！多管闲事，给我上，一个不留。在客栈多有得罪，还望几位恩公切莫怪罪。要谢就谢这位殷少侠，我们可不想搭救。两位，我们还有要事举办，就此别过了。今日之恩，我陈某人日后必将报还，告辞。师妹，我们走。小心，夜深雾重，这山道似有妖鬼之气。哼，好久没机会练枪法了。上官兄，此时不宜恋战，依我之见，咱们还是走为上计。这行，那就听风姑娘的。离上山之路还有段距离，咱们还是稍作休息再赶路吧。好个妖女，都怪我自己老糊涂了，才会一时大意中了你的暗算。其
其实你早知我并非凡人，只是想弄清我的底细，才会中了我这鬼影蛇牙。你这好奇的习性不改，迟早会送掉这条老命。老夫本性如此，向来是改不了的。废话少说，你到底有何目的？小事一桩，我只是想知道上古邪神蚩尤的右脚被封在这华山的何处。蚩尤右脚？你这小小妖魔问这做啥？我主人想知道此事，听说神隐上人学之渊博，与古今神异法宝了若指掌，所以前我前来请教。威逼利诱，岂是求教之道？何况此物牵连非同小可，你们一伙意图不轨，别指望我会说出来。那倒无妨，待我用鬼蛇钻炉探脑，你的所知尽数为我所得，那时你说不说都没啥差别了。只是像这样活生生的被我吸食脑子，想必滋味不会太过好受。前辈，哼，在这关口偏有些小辈要来搅乱，也罢，鬼蛇探脑甚是费时，待我先料理了他们再说。这是鬼罩之阵，这女子不是凡物，大家小心了。这些小鬼还真有些门道，瞧我的妖法！哎，中！你这死老鬼，竟然！老朽沉于钻研神异法宝，荒废了术法修习是有的，但当年的招数倒也记得一些，滋味如何呀？今天算我输了，咱们后会有期。在下殷建平，这位上官兄乃京城武官，我们是为了追查一件物件下落，和风姑娘专程来向前辈请教的。那些妖居然给你们轻易打发了，不知我辈中何时出了这等年轻好手啊？你们想打听什么东西？常伯伯，您所知道的天下制邪之物有哪些？制邪之物，那不外乎是蚩尤双脚、黑心鬼炎等几样。问这个做什么？上官兄失落一件黄标药宝，那物长约三尺，做长棍状，所散邪气能透过外国的紫砂蛛绳，实是大非寻常。若能知道那到底是什么物时，我们便能循线追查其下落，或许还能设法将之夺回来也说不定。等等，刚才那女子对我忽视偷袭，意图要逼问蚩尤右脚的下落，还好你们引开她的注意，老夫才能一击将她逼走。如今思来，你们所说的长约三尺、做长棍状的标物，说不定就是蚩尤的脚。蚩尤的脚？传说当年与皇帝相争的上古邪神蚩尤乃是牛头人身，其双脚乃是其邪力之源，令其有无穷尽法力。皇帝打败蚩尤之后，便斩下他的头和双脚，将之分埋三处墓冢予以封印。
老朽不知左脚与头骨埋在何处，但三种之一的右脚种确实位于这华山，老夫也是在搬来此地之后才无意间发现的。这么说来，被那差人抢走的黄标就是蚩尤右脚了。想那黄标是从地下被发掘出来的，所带邪气又如此之强，我想这大有可能。既是如此，今日威逼前辈右脚下落的女子很可能和当日抢走黄标的邪徒是同一路人，只是他们为何要抢这些东西？此等邪物法力非同小可，若是落入邪徒手中，等于增加数十年的修为，若是如此也就罢了，最令老夫担心的是，若这些邪徒确实同伙，他们同时谋夺蚩尤左右脚，居心可虑。难道他们想让蚩尤复生？这也太晚来了，他们为何想干这种危害苍生之事？妖邪之徒其心必异，他们所思岂是我等所能揣度，只是老夫隐居在此，对外面一切全然不觉，今日方知事已至此，未免有些迟了。想眼下正派人才济济，若由前辈去各派联络约盟，这群邪徒便再神通广大，也胜不过群豪同心协力。我们抢先一步去挖出那蚩尤右脚，三邪物少了一样，他们的奸计便无法得逞。此计不错，老夫这就准备动身。天玄门、昆仑派、紫云派应该会卖老夫这个面子。谨遵前辈吩咐。那右脚埋于一处荒谷之中，并不容易找到，待会儿我拿笔画张简图，你们照着图上小路行去，约莫半日可到。事不宜迟，咱们这就进屋吧。哎，风姑娘，咱们方才是不是已经过此地？按图纸所示，此处应为通路，但我们途经两次，确实有些蹊跷。我来探路。少怪兄，当心！原来如此，此地竟设有迷阵。好生厉害，难道是有人有意布置？这迷阵并非我四象门的术法，想来许是靠近封印右脚之所，邪气不定所成。总之，我们还是当心为妙。上所指，应该就是这里了。瞧那奇岩巨石之列，隐含阵法之形，显非自然天成，应是封印右脚之所没错。咦，说也奇怪，怎么有个老丈在此放羊？我们既到得此处，说不定敌方片刻将至，还是先叫那位老丈退避的好。你倒是一片好心，可这些羊身上都有一股妖气，和方才的迷阵极似，只怕……不信，咱们过去瞧瞧。阁下还不显露真容吗？哈哈哈，这小妮子好眼力，不愧是灵山老人底下的高徒。老夫朱慎奉命在此阻截你们，盟主有令，凡是胆敢出手阻挠的一概杀无赦。不过老夫向来不喜欢舞拳弄脚，就让这些小厮们代劳吧。原来你们早已知道右脚埋藏在此了。盟主神通广大，想着右脚古种妖气冲天，他老人家焉能不知？只是听说稍早有人在灵泉峰上捣乱，便想将这批人一并出去，所以派老夫在此等候。说到神机妙算，我们盟主天下无人能及。你这老头满口微词，
听了令人作呕。要打就打，说那么多干什么？既然你这粗人急着归西，老夫就成全你，给我杀，一个不留。好家伙，算老夫这回看走了眼，不和你们搅和了，还是先办正事再说。好俊的御剑剑气，这是哪位前辈？你到底是何方神圣，竟敢伤老夫？妖魔小丑也配问我名号？是谁叫你来的？无可奉告。既然有高人插手，老夫可也不能示弱。四方凶魔出！妖孽，你还执迷不悟吗？不陪你们玩了。师尊，原来是调虎离山之计。失陪了，这笔账咱们来日再算。好个诸神，还是给他得手了。是谁叫你们来找这蚩尤右脚？事关重大，我非问清楚不可。是晚辈的主意，还望前辈恕罪。哼，刚才那老头乃是名列鬼道四邪之一的邪隐诸圣，岂是你们这些娃娃对付得了的？可叹世人无知，竟以为蚩尤双脚是何等神物，其实大谬不然。就算真给你们抢到了手，要是乱用其中妖力，小心连命都给送了。前辈此言诧异，我们才不是贪图宝物，这些妖人先前劫夺我们的一位朋友护送的黄标，害他没办法回京城交差，之后又遣个妖女谋害我常师伯，咱们的梁子可结大了。他们要取着右脚，我们就偏生要和他们捣乱，和那脚可没什么关系。小姑娘说话有口无心也罢，我管不了你和十方鬼众有何过节，不过蚩尤双脚关联重大，你们若非有心为此事出力，还是不要涉足其中为宜。多谢前辈劝告，想那十方鬼众必非善类，若晚辈等能助一臂之力，还望前辈不吝差遣。那便等来日再说了，你们自己保重，后会有期。什么呀，这人看起来也没多大年纪，说起话来却老气横秋的，令人听了就有气。风姑娘别这么说，这位前辈修为极高，咱们都是亲眼见到的，他要我们不涉入此事，想来也是为了我们好。哼，若是依他的话，上官大哥的黄标也就不用再查了。当然要继续查下去，这是咱们自己的事。只是如今右脚也已失落，今后要找到这批妖人的下落，可是件莫大难事。这以后再提吧，我瞧着山谷中阴气越来越重，搞不好待会儿要起雾，咱们还是先出谷再说。好，在这个神魔至尊传，然后在这个位置，这个是一之五，史之系神魔至尊传第一章一之五关卡，在这个位置，寒雾杀这一关哈，这个位置可以叫出用一之二拿到紫霜灵芝，紫霜云芝，站在这个位置的话会触发哈，云芝，对 ，OK， 好。李大侠就是我，我就是李逍遥。
刚林许是说二十年后是指我们的《神魔之尊传》到今年呐、啊，可是虽然是22年呐、啊，哇，原来是这个意思哦，二十年后，哇，我那时候有在猜有没有领取，可是我那时候找不到。然后我刚刚还有是观众有提醒我，然后我刚刚有去找一下人家写的文章，的确这边有一个空荡荡的地面，这个太贼了。因为我想说拿到紫霜云之应该是叫得出来才对。好，哇塞，可是我好像没有得到东西耶。好啦，这是一个小彩蛋，大家感动吗？赞了。